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的1228期的节目。现在时间6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啊，结束一整天的工作之后有一点放松心情的一个小空档时间，就来给大家做这款变形金刚35周年纪念的 Convoy 还有 Optimus Prime 的一个组合包。那 Convoy 是日版的这个 OP 啊，通常会被写作 Convoy， 或者是早期呢电影真人电影还没问世之前呢，它几乎都是叫 Convoy。 那07年之后的话呢，叫 Optimus Prime，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电影版是因为是老美拍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它变成是一个强势的一个译名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几乎呢就会用 Optimus Prime 来代替之前的 Convoy 了啊。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啊，如果不对的话呢，欢迎各位给我做各种指正啊。我的影片呢、是不会删除各位的评论啊，也不会删各位的弹幕的啊。意见不同的话呢，大家都可以交流啊。犯不着呢，人家讲几句你不爱听的啊，就拼命删人家留言啊，删人家评论啊，活在同温层啊，躲在一言堂里头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我做影片以来的话呢，这个对我的谩骂呢，也不是说没有啊，都会有啊。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骂我的时候呢，同时人家也在看你的嘴脸啊。你对我做人身攻击，其实我也无所谓啊，因为人家也会 review 你啊。总有一天的话呢，你自己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德性呢，大家都会看到的啊。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有感而发而已啊。这个最近的话呢，就是圈子里头的戾气实在是太重了啊。那很少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啊，闲云野鹤啊，玩玩具呢，轻松自在、自由的玩，然后呢，有空档呢，还去拍拍照啊，给小姐姐照相啊，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一些摄影的作品什么的啊，还可以卖一点点的一个零用钱回来。像我这样子慢慢弹坑啊，慢慢轻松的玩啊，我觉得在 TF 圈啊，我这个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奇葩了，对不对？老肖呢是果断退坑啊，我的话呢是慢慢转型退坑啊，当然也不知道退多久才退得出去啊，因为毕竟过去的舞台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大啊，我到现在还找不到台阶下啊，哈哈，行吧。今天的话呢，两个 OP 的组合包，其实呢这一款的话呢，这一款啊，这个是属于 G1 的这个 Style 的这个 OP 呢，其实它现在单抽啊，在反斗城呢，我前两天去特别去看了一下啊，这个台币大概是998还是988块钱可以买到啊，那换成人民币多少钱，各位自己去换算啊，就是不到台币1000已经可以买得到了。那么呢这个呢，其实呢我的话啊，这一组的话呢，我是比较希望是得到这个。这个的话呢是拿了这个 Silver Series 第38号的这个 Bumblebee Movie 里头的这个 Optimus Prime 下去做小小的精读啊，确实涂装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主要是要得到这一款。那 SS38 我那一款呢，我自己有补过色，那补过色之后呢，有一位同号呢说要花钱跟我买，那我就后来就把它给卖掉了，卖出去了啊，因为我想说等它降价，结果没想到 SS38 呢还真的没什么降价啊，这个害我失算了啊。那所幸呢这一次呢刚好呢有这两个一起推出的组合包呢，这台币在1680块钱买到的，我觉得就很划算，我觉得非常是可以，就顺这个缘分，38号这个缘分又来，我就把它给买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会说我比较希望得到它呢？因为之前其实我已经有一款这个玩具，但是没有给大家做一个开箱。那么那一款玩具是什么呢？是这个啊，这个是真人电影第三集的时候也是有推出一个，这个也是 OP 的一个算是组合包，而且它也是一个 G1 的一个 OP， 还有这个电影版的 OP。 那这个电影的这个 OP 呢是使用了真人电影第一到第三集，这个看腹肌那个应该是属于第三集啊，而且这个是这个 Dark of the Moon， 所以呢这一款这个 G1 的 OP 呢跟电影的 OP 呢合成一个组合包来卖呢，其实呢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啊。这个，还有这一款，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封套我完全没有拆，这个我是要个人珍藏做纪念啊。可能以后我这个算了，不要说自己跟自己一起埋在一起啊，搞不好以后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个很难说啊。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玩具其实我有，只是没拆出来而已。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这两个玩具呢，我反正会比较希望得到它的。那包装盒各位可以看得到，两个呢是做了高度的，应该说它致敬它，两者的造型呢35年前，然后就是去年哦 ,OK, 那就是特别做了一个完全一样的一个动作。那后面的话是一样的啊，这个
看了一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这个也是早期变形金刚玩具呢都会有这种盒子的背后都是这种属于大乱斗式的这种构图啊，在当年的话呢觉得有点怎么那么混乱的感觉，现在看起来觉得好像又别有一番的风采。那我们就来直接的来看它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本身啊，那我们直接的呢把它给放进来，我先直接调整一下机位啊。这一集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一镜到底的把它给拍完好了啊、哦。嗯，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一款这个 G1 的这个，那它的贴纸的话呢是自己要贴的，除了上面这个热感贴纸，但是我这个热感贴纸呢，就算我不去戳它呢，它这个博派的标志呢依然是这么的强烈啊，强烈的自带温度，我也没有办法，你这么热血，我就是认了。那你听到里头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家伙的拳头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要拔叉变形的，那变成车子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地方放，我就把它放在里头啊，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对还是不对。那这个非常巧妙的呢是它这个车头灯啊，这两个地方这两个洞呢刚好就是拳头啊拔叉变形的时候插拳头的这个洞啊，巧妙的呢变成了是一个车头灯。那前面的这个防撞的这个前面这个进气口啊是一个电镀的部件啊。其实这一块啊做电镀是真的是蛮赞的，这个部件啊，你看这个真人电影07年 OP 这样从 Sam 前面开过来的时候也是这一块强调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造型我觉得是 OK， 闪亮是应该的，非常的显眼。侧边呢没有什么缝隙是有，但是并不多啊，因为它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后面可以看到啊，造型的话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个细节的展示。后面的这个车尾灯啊也是靠着是一个贴纸来做一个呈现了。那轮胎的话呢是这个啊，是有一个橡胶胎的一个结构，就感觉就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感觉啊。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电镀，那身上的话呢因为重量还挺沉的，推车感觉非常的舒适啊，非常的舒适。那么呢它是没有附带货柜的，而我手边的话呢是刚好是有一个货柜啊，我那个货柜我找一下啊，这里啊，这个货柜的话呢应该是属于 G1 的货柜没错啦啊，也是可以单独的这两个部件啊，翻出来也是可以这样的分开放的。那么这个是以前我开店的时候有一位小朋友呢他寄放在我店里头的，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啊，所以就放在我店里头。那我店收的时候我就顺便把他给带回家啊，那就看他什么时候要来跟我拿吧啊。行，那这个的话呢就给顺便给各位看一下的一个先挂上去好了啊，给各位看一下，就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挂上去之后啊，这个不得不提啊，难怪人家都说这个OP 没有货柜很奇怪，真的挂上去之后啊，这个气势是真的是不一样啊，非常赞的一个感觉，一整个架势就不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也把它这个内部的结构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给打开。OK， 里面是可以放其他的一个小车，但是因为我没有 G1 时代的一个车子啊，就有点小抱歉了。那背后这里头的话也是打开之后的话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贴纸啊，而不是细节。嗯，侧边。给各位看一下，那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件是可以轻松的给翻出来。这个结构的话呢，如果你有 MP10 的话，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差不多啊。这是一个维修台，如果你要把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啊往前面啊推出去，往前面把这个重心移到前方，这样子它就变成是一个基地台了啊。当然 OP 挂了放上去也是可以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两把枪的话呢是这一款这一盒里头所附送，还有附送两把枪。那因为变成货柜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把它收在里头啊，这样子一来所有的装备呢就不会有遗漏了啊，不会有遗漏了。那当然了，就像 MP10 的那个玩具一样，这个货柜的话呢也是可以让它站起来的，也是可以让它站起来的。那我们就暂时的呢将它给放到一旁去。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啊，另外一台这个则是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Optimus Prime。 那么它的话呢，这个玩具 SS38 的时候我已经有跟各位介绍过啊。那么呢就是之后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个TW 也好，或者是LS 不知道几号啊，就是各种放大改良版之后呢啊，有的会把后面空洞啊补起来啊，做各种各式各样的补强之后呢，这个模具呢在车形态下的话呢，不免你会觉得它确实是空洞啊什么的毛病还是不少的，但官方还是有它的一个强势啊，就是结构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容易去把玩的啊，比较容易去把玩的。那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啊，这个本身车头也是挺漂亮的。那我们试一下好了啊，这个试一下这个货柜的，这个如果让它来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来试一下啊，
差点忘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么一个展示啊。啊，糟糕，两个啊，算了，我们哎，这个我忘记了，它是图跟刀是不相搭的，哎，我搞什么东西啊，真是的。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嗯，行，那这个我们呢，现在呢来玩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哦，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首先的话，这个往前面翻下来，两腿的话呢折上来，哦，这个，你看啊。哎，这个都是有齿轮的，哦，所以这个手上会有个震动的感觉，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一个玩具高不高档就是看这些地方啊，这里，然后这个手臂这个变形，你看够经典了吧啊？这个后面很多的 OP 呢都维持着这个变形，我相信呢，并不是这个变形有多绝妙，也是很妙，但是我认为后面很多的 OP 的玩具呢，这个地方呢是故意保留这种方式来变形，因为它实在是太经典了啊。在这个大电影里头，这个 OP 这个变形，这个侧面这个画面真的是太让人回味了。再来，我们就把这个部件给往上面翻上来，它的这个头部呢就出现了。那它的这个里头啊，这里有两个拳头，我就把它给翻出来。那我们就将这个拳头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那左手右手的话呢啊，不要跟我说你不会分啊，左手右手怎么不会分呢？对不对啊 ？OK， 行了。啊，以前有一个人呢说呢啊，我有两个女朋友啊，一个是今年25岁啊，一个今年28岁啊，我不知道选哪个比较好啊。结果有人跟他说，你怎么两手年纪差那么多？哎，我也不晓得这个到底是笑点在哪里，我完全不知道啊。那是附带了两把枪，那我们就直接把两把枪呢都给拿上去了啊。25岁的女朋友跟28岁的女朋友都拿上来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做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造型就是这样啊，其实你认真看起来，好像还是挺帅的，对不对？这个经典的造型呢，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把这个脚的话给整个立直 ，OK， 站立起来就这样的。大小的话呢，这个是官方的一个 Deluxe 等级，所以它可能比大概是现在的 V 级的大小 ，V 级的大小。身上的线条就是非常的方方正正，然后比较可惜就这个地方是空的啊，前心可以直接看到背后。那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说原来他的这块部件是这么大一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这些照片啊什么的话真的是拍的都是很会骗人，对不对？就是就是这样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玩具就好玩，我觉得它变形还是非常简单非常好玩的。那我们的话呢，就接着呢把另外一款呢也将它变形成一个OP 的形象。那我们这个组合包呢，其实呢它是在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变形金刚35周年来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博派的一个精神领袖 Optimus Prime 的一个演化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回味一下，就35年前的玩具的变形是这样子，那经过了这几十年的这个演进之后呢，它呢又呈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把背后这个部件给打开啊，然后呢先将这个部件先把脚丫子给变完好了，脚丫子的话这个地方给翻出来，然后呢往这折，然后这个地方是往后面退回去啊，脚掌到这个地方做一个定位，两腿呢做一个分开。那这一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这个部件给打开来。那这个变形的过程的话呢，这一款38的话呢，应该还是大家应该是变起来应该是比较熟练。这个翻下来之后呢，这里有个凸，内部呢是有一个洞的啊，记得是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呢这个脚的话呢，就这个地方这个部件将它给翻上来，这个地方，哎，奇怪，这怎么翻的我忘了啊，这个怎么翻不出来呢？哎，我想一下啊，这个地方，哎，翻出来了啊，这个地方往上面翻上去，这个地方往上翻，哎，我记得是往上翻的，难道不是吗？啊，这个地方往下，这里的话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洞。它要去卡这个地方，这里有个这个位置，记得呢是把它给勾进去，这个地方是蛮重要的。然后呢这里啊，这里记得这里一样有个凸，要往后面扣进去。它的一个锁扣的位置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一带的一个关节都是偏软，这个当时我已经也是有小小抱怨过的。然后呢把这一块部件往后面推进去，那推的时候就是这一块部件不要让它去干扰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推正。我记得变形成我忘了变形成人，对，是变成直的啊。那你看这个玩具，你看 ，OK， 随便掰一下就知道了啊。因为这个变形我还是比较熟一点啊，不要讲好了，等一下一边变一边，等一下又 miss 掉了啊。就这个
把它给翻出来。这一款以近几年的一个这个电影系的玩具来讲的话，这一款那个 OP 的变形是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杂一点。奇怪，为什么今天这都翻不出来呀、啊？是怎么回事？啊，这里翻出来，好，然后这个地方翻出，这里扣下来，这个地方内部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扣上。然后呢，这个部件往下面翻，跟后面的这个地方卡扣，把它给扣进去，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这个部件往下面推，这个油桶把它给转成直的。两条腿的一个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你看，光是一个腿的变形，你看它需要这么多的步骤。而这个当年的玩具是腿就是直接掰下来就没有了，就 finish 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两侧手臂从这个车子的两边给解开，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我记得是这样啊，翻开，把手，哎，这个地方解开。手臂的话呢，先把它整个给翻出来好了。这一块部件还要往下翻，这里，手臂，将手臂呢给翻折出来。你看啊，这个手臂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方法，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里应该先打开，这个部分先打开，这样子手臂呢就方便我们给翻出来了。到这边，这一块部件翻下来，手臂。给翻折出来，手臂的话呢，我们就转动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它的这个地方是手轴，转这个地方是可以转的。然后这个后片的这个甲胄呢，是在手的一个后面。当时的时候我变那个 SS30， 就是 SS 那个玩具的时候呢，我这个地方呢是转错了啊，确实是转的不对啊，应该是要这个造型，这个黄色的箭头是要朝前面，黄色箭头是要朝前面的。那手臂的就其他整个背角就折过去。那接下来这个玩具变形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地方要把它给翻开来，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一块部件，这个把它给翻下来啊，这个翻下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整个它的一个胸口以上才能够做一个大的一个转动，从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折。好，翻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背后，这个地方就是前面，这个前面把这个头给推过去。然后胸口呢可以回复到原状了啊，那这两侧两个部件将它给翻下来，嗯哼，好，扣这个地方给压下去。这一款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如果你是变形金刚的初学者的话呢，挑战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头这里压下去呢，这一款的话呢，比我当年录的那个 SS 的话呢，要压下去呢，要难度要高得多啊！你看我刚要非常用力，会听到咔的一声呢，才是完全的给压进去。然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整理这个人形的一个背包。背包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部分呢，整个给打正，打上来之后呢，这个是最后才压啊，先把轮胎给折进来。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再包覆过来，然后把这个部件翻上去啊！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凸。这里有两个凸，它要对应这两个洞，这样翻上来，这样子稍微要合一下，因为你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凭感觉啊去碰，去把那个凸跟它做一个结合啊。这个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话呢，要有这种摸黑找洞的能力啊，这是非常基本的，千万不要不会啊，不要说叔叔没有先教你。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就可以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两侧的裙甲整理一下，这个腿部的话呢，该扣的卡扣的话呢，就是主要这里有一个倒钩啊，勾进去那个滑槽。然后呢，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结合的卡扣，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这两个地方的话呢，是比较需要去研究扣一下，因为呢，我感觉这一款的话呢，比 SS 的那一款的话呢。我觉得爆开的一个程度的话呢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哦，我觉得这一款似乎是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那它的一个头部这张压下去的话呢是非常的紧啊，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个要掰的时候是不知道大家状况会不会跟我一样。Anyway， 终于把这两款玩具呢都给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那这个纪念一下吧，我们就把这个货柜给打开好了啊，把货柜给打开。两侧都给打开掰开，这一个放到后面去啊，我们的一款这个变形金刚35周年啊，这个 OP 形象的演进呢就
在这个主播包里头呢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那么呢各位可以看得到，玩具的大小的话呢，现在的这个38的这个模具啊是稍微高一点点，但重量的话呢，这个就不要再多提什么重量了啊，这个过去的玩具单质量是稍微比较好一点，胶也比较重。那我们想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也是给各位做一个 OP 形象眼镜上的一个改变。不过不管经过多少年啊，特别是07年呢进入真人电影的时候呢，这个 Optimus Prime 的形象呢势必呢面临到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怎么去诠释啊，要能够讨好老观众，又能够让新的观众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受度。那我必须还是要不得不还是要赞美一下真人电影的话呢，07年的真人电影的话呢， Michael Bay 确实还是对变形金刚玩具的推广呢应该说对变形玩金刚这个 IP 的推广呢他还是有功不可没的真人电影的造型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做的还是挺成功的，特别是以 OP 来讲的话，他一样身高的设定的话呢，一样是这个 8.5 公尺的身高，那一样是红蓝为主体的配色，头盔也是保持一个蓝色，不管是哪一个，即使是所谓的骑士科波文来讲的话呢，红蓝配色呢永远是 OP 标志的一个感觉，脚小腿以下啊，一样维持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配色，胸口一样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一样保持水蓝色的一个配置，两侧一样是有个烟囱，口罩的话呢也一样没有少啊，尽管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露嘴的版本了啊。那么这个由 Hasbro 呢所设计出来啊，带领很多小孩子呢从少年到现在变成大叔呢，陪很多人度过了这个 Optimus Prime 呢，今年的话这个35周年这个纪念包呢，我个人是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收藏价值的。这一款的话呢，即便呢你不是老 G1 的迷友，其实它拿在手上你也可以感觉到这沉重的分量，简单好玩的变形呢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模具。而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最新最新的一个科波文的一个电影版的一个形象，也是受众最多啊，真人电影的受众依然是最多的。我必须还是要说，如果说变形金刚呢还是要拍真人电影的话呢，我还是会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还是会用最快的速度呢去电影院把它给看完。毕竟呢它带给我的快乐呢就像很多年很多人当年看到 G1 那种快乐是一样的，真人电影就是我的 G1。那这两个玩具呢我个人呢都非常的喜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了一组套装，然后里头两个玩具呢都是让我如此爱不释手的了。那就利用了今天的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做这一集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